有阅历质感，无论是哪一种品种的釉，无论哪一种品种的釉，上面都有这个玉的质感啊，都有玉的质感啊。少数的瓷器啊，有粉青釉、梅子青、圆白、翠青，多次上釉有石头现象，所以非常的美感啊。再加上啊，比较坚固耐用啊，坚固耐用。这个从这个外销的这个资料当中看，龙泉青瓷不贵，龙泉青瓷比景德镇的瓷器要便宜啊，所以它也比较。它也比较便宜。那么这个低档的瓷器就是这个啊，釉面发黄啊，釉面发黄，有蟹壳青啊、鹅皮黄，还有虾青这些。那么数量比较大，它的特征呢，就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有所有的现象啊，有所有的现象。那么这个玻璃瓷呢？一般的都不强，玻璃子不强，一般都是比较温润的啊，都是比较温润的。元朝呢，龙泉青是装饰性，比较讲装饰。那折枝花、缠枝花啊，还有呢，在这个龙泉青瓷的这个上面贴一个金龟啊，刻花也有，印花也有，还有呢印的这个蒙古新字88纹啊，在龙泉青瓷上面有88纹。在龙泉这个地方啊，经过我自己对龙泉这个考证呢，蒙古人呢并没有直接统治了这个地方。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以后，元朝建立以后啊，蒙古人呢派了一个达鲁花池，派了一个达鲁花池啊到龙泉去进行统治，没有多久就被那个当地龙泉人把他杀掉了。所以龙泉人呢很能造反，他山里头交通不便啊，就四周啊就是大山的围绕的，只有一个瓯江有同海之变，出来之变。所以龙泉人呢、啊、到现在为止他出来啊就几件东西，一个呢一个扁担，两头啊是很锋利的铁尖啊，比如说锋利的铁尖，这个可以自卫的，两头都是他的担东西。还有呢腰间呢、啊、一把砍刀，那砍刀非常锋利，非常锋利。而且龙泉人呢、啊、本身的好斗啊，他杀了人呢，打了人呢，他往山里一跑，另外他过一个桥就是福建，他就往福建跑，再有他往深山里，他往海边跑，他要往海边跑。所以呢这个蒙古人来了一统治啊，因为有隐瞒，就引起了民愤，引起民愤以后呢，这个就被当地的群众杀掉了。当地群众杀掉了呢，就国之为政，就是人民自己组织的一个临时的这个领导机构，所以呢，生产基本上就放任自流，而且税收更收起来，税收就不进，不上税了，就不上税了。所以龙泉瓷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破坏性小的、也没有税收的那个社会啊，没有社会。龙泉什么时候衰落呢？龙泉青瓷什么时候衰落呢？经过我的考证呢，龙泉青瓷啊就是嘉靖，明朝嘉靖时候。明朝嘉靖时啊，这个嘉靖皇帝啊，这个家伙狡诈的不得了，狡诈的不得了。他呀，他崇信道教，他治理国家无能，但是啊，他很阴险，这方面有凶险。所以呢，龙泉青瓷就到了嘉靖万历以后，就慢慢凋落，凋落。以后秦朝呢慢慢有富，秦朝恢复起来不是龙泉人，是福建人。福建人呢跑了一部分过来，因为他给了一个桥过来呢，用原来的原料、原来的这个工艺生产出来带有这个新的色彩的龙泉青瓷。那么这个龙泉青瓷一直到现在，现在龙泉地区啊，了解当地的群众，了解当地的窑工，他们的家谱都是好多都是福建的，好多福建的。那么这是龙泉青瓷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发展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呢，对于龙泉青瓷它的特征呢，对于哈，我们现在对龙泉青瓷啊，对这个鉴定的时候啊，我们分几部分鉴定。第一部分呢，就是龙泉青瓷大家是深受日本人的喜欢，日本人收藏龙泉青瓷很喜欢。那么首先，日本人仿龙泉青瓷仿得非常的好啊，仿得非常的好。有一阵子啊。是很多的这个陶瓷，中国的古董商受上当，他们生产了以后啊，在抗日战争时期啊，
随着这个日本军阀对北京的占领，所以大批这个日本仿造的文学体系反而销到中国来了，反而销到中国来了。我们故宫博物院呢，我不是管那个甲品库嘛，甲品库里头就有好多啊，这个日本人仿的甲文钱啊，甲文钱，这个倒是不大见到，但是一出现以后，大家很难，就因为比他的当那种工艺的这个优秀啊，就真好，那仿真好，仿的真像。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介绍龙泉青瓷的鉴定呢，第一点呢，我们要介绍日本人仿制龙泉青瓷的缺点，啊，日本仿龙泉青瓷的缺点，对吧？有这个有两条鱼的，有两条鱼的那个我拿过来看看，双鱼，拿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放放点掉下吧，放放点有瓶啊，能不能饮吗？可以饮吗？可以饮酒吗？不能饮啊，弄一脸啊，弄一脸，咖啡馆应该可以，咖啡馆是吧？啊，对了，这个你们很智慧啊，这个我们也这样，在故宫研究的研究陶瓷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一概只把它作为这个祭祀或者供器。还有什么东西，并不把它作为一个实用器。但是呢，后来啊，因为我在故宫里头啊，我们是专业人员嘛，所以我那时候有两个任务，一个呢就是专门呢解答观众问题，观众有什么问题来了以后啊，他这个总机啊就接到我那里，接到呢我们家就说你这样你接电话，接到我们家什么问题，那么我就说啊，随时回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外宾的外国的代表团，一般是全公部的讲解，全公部的讲解员，全公部的讲解员是很疲劳的，他照着讲解是背的。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那个专业代表团，还有高级的中央领导同志来，那就让我们去当讲解员，去当那个讲解员。那时候就是我去，这个跟他们说出一些道理去，有一会儿越南的。越南的客户代表，然后就陪他到陶瓷馆看这个东西。这个越南代表他来看，我一个跟人讲是他的，我就问他，我这个东西以你们越南人的同意来看，这个东西实用不实用？他实用啊，以为就实用，我就怎么使用？我怎么使用啊？他说我们越南现在还有人用，就是啊，在夏天我们越南不讲稻子，除了稻谷的季节，太阳下山了。稻子也收回来了，那么这些种稻的男人们就拿着一桶酒，拿一桶酒啊，那个木桶啊有很多那个窟窿，一个的窟窿，一个一个窟窿呢，一人拿一个管子插进去啊，供应一壶酒，啊，供应。他说我们俩这个高级的地方也有这种供应一壶酒，要插进去。哎，我说我们这里也有啊，也有这种可能也是那样的，我得到启发。这几方但是还是没有证实。后来我们越南的这个云南的朋友说，现在的傣族，最近的傣族啊，还用这种器物，就是大家供应一壶酒，所以它又是供器，但是呢也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器。实用器一般呢都是在过节日啦，或者是这个乘凉的时候，这些都是这个男人们岁数大的男人们坐到一起啊，来供应壶酒。另外人来供神仙的也是不错的，这就是你看，这就是这个北宋龙泉青瓷的，你看，胎、釉、装饰啊，缠枝花卉，这是你看上面的雕塑，这是北宋的，希望同志们看到以后啊，这个北宋的来记住。那这也是，这也是北宋的，而且就觉得还有这，还有这啊，什么君之之心的什么的，这君心的。还有这再往下，那这一次再往下，这一次啊，这都是后期的，因为他这个又那个啊，还有这个没电，这个你看，这是干脆拿绳子，拿绳子做，那这些地方太棒了。
就是那个用啊螺丝的这个底啊出来或者二次氧化出来的东西很自然啊，它的釉面都平整啊，它这个表面呢对吧，随着岁月的流失已经磨成线，就很自然的流失，很自然的流失的形象啊，这个就看不清楚了。这个是玉柳龙泉青瓷仿那个蓝松，仿蓝松官窑，哎，有点像你这个。对对对。啊，跟你这个一样，所以你这可能是龙泉啊，龙泉青瓷仿蓝松官窑的，仿蓝松官窑的，因为龙泉青瓷啊，这个地方有一股风气是仿蓝松官窑，因为它那个土没釉，跟你的瓷片有点相似，就是这一片啊，那个这个釉跟那个相似啊，这个台也相似，另外这个口也相似。啊，可以相似，这个这是龙泉仿官窑，龙泉仿蓝松官窑，好像。那这个是蓝松，完全是蓝松的斗鱼碗，像龙泉的传统斗鱼一样放下。那这个是这个蓝松的这个也是仿官窑的这个百人洗啊，百人洗这个啊，要是不注意它的胎，要是不注意它的胎体，这点很容易被人看出是。蓝松官窑，我一开始看到蓝松官窑，所以鉴定的时候要把那个蓝松官窑啊跟那个龙泉青瓷分开，这是比较晚，这是元朝的，这样，这是北宋的，这是我们的考古发掘工地上，我们发掘的是大北岸的窑群啊，商窑窑群，对对对。这蓝松的古丁啊，古丁型啊，古丁型，这个作为基本就香炉，有香炉的。这个呢，就是蓝松的末期到元朝的流行，很流行，这样子。啊，这是一个蓝松碗，这个呢就一个梅子青味道，又厚，胎薄又润，啊，一个梅子青的味道。啊，这是一个翠青釉的，啊，玻璃质很强。龙泉青瓷啊，就这个东西很流行，很多，有上面一个链子，底下呢，这个脖子粗粗的，比肩部小小的，然后呢，这肚子也小小的，肚子小小的。龙泉这个很重要的呢，就是，看它那个胎的脖子，看那个胎啊，是一种浅灰胎，还有釉呢，脖子就脖子比较强，另外底部的那个做制作，底部的制作，底部制作啊，那个火是红的现象。啊，火虫的现象。现在做假的那火虫呢，就是涂的，涂上去，涂的非常的整齐，涂的整齐。啊，这一次啊，这是南宋到元。啊，这是南宋最优秀的这个青瓷。那么这个它的这个釉啊，有这个玻璃质比较强，玻璃质比较强的那种这个翠青釉的。那么也有玻璃质不强的，像玉一样的，这个约白釉，像约白釉啊，这个很清楚，这个双耳，这双凤耳皮，双凤耳皮。但是呢，现在市场上啊，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胎体啊，还有这个造型啊，都是蓝松的，但是这个釉是白松的，釉就像刚才卢管平釉，那个做的古里古朴的，还做的一点腐蚀性，所以呢，那个东西啊。就当这个真的来磨灰啊，仿佛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本身就有了。结果呢，就上当，很多人上当。这个而且卖的非常的贵。他卖的有一个人呢，他是拿了一对的，一对的他一对要卖50万，来价格要50万。说这个如果谁能买便宜一点的话，45万啊或者40万的出手，这样子出手。但是开始的时候让我去鉴定了，他住在军委招待所三个门了，我也认为那是真的，我认为那个，我说这个造型还是不错的，那是真的。但是后来啊，在那个古董铺里面发现了，古董铺发现了3-4个，就发现不行。这个矛盾在哪儿啊？就是他那个他呀，这个造型啊是蛮盛的，但是那个釉是很盛的啊，并不是他古董，而是现代的啊，还是现代的东西。所以这个，那么这个，这个东西是非常名贵、非常名贵的这个作品。这名贵的作品呢，在那个徐先生那个西藏唐先生那个博物馆里面收藏一件。那个他让我们来编那个徐氏书馆收藏龙泉青瓷啊，他那个档案跟我复制了一套，
我看他的节目，你看白清宇表演感觉，啊，白清宇表演感觉。那么我问了几个朋友，这个东西在香港现在在国际市场能不能有这么贵的？他说有，他说有，至少一百多万都有。我想，啊，这也是一种这个紫锦皮，也完全气质非常多的传统造型。那么这个在南宋官窑里，所以这个瓶子的造型是学习南宋官窑来的，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放下。啊，这是成品瓶，这个呢颜色就比较淡一点，但是非常润，啊，非常润。但是这种香炉的流行的时代呢，南宋迷信香炉啊，这个叫迷信香炉啊，迷信香炉。这迷信香炉啊，南宋到元都有啊啊。啊，那个这个南宋到元，然后南宋到元都有。不过呢，这个南宋的呢，它这个自然一点，主高一点。元代呢，它有这个主啊，就像一个棍一样啊，就像一个棍一样。这是把那个商周时期的陶器的啊，青铜的那种造型啊，这是啊，这个是元朝的。这个为什么是元朝的？就是鼎足啊，生下来的，鼎足生下来的。升到这个底足啊，它已经可以着地了。那么三个足呢，慢慢就成为摆设，慢慢就成为摆设了。所以你看这个作品也是非常优美的，非常优美的。啊，这个是华人壶啊，华人壶呢，这个流行的比较多，在海外出口，在那个韩国呢，有南昌县海洋上的。发现了这个18000多件的瓷器，海底打来，就行到海底沉船，打了上了18000多件瓷器。18000多件瓷器呢，林先生在北京有事啊，在北京有事。那么这个，他这个打来的瓷器呢，就这种器型，啊，都是器型。但是呢，南昌县那个海底沉船那个是元朝，啊，但这个呢，有可能是元朝，也有可能是宋朝。元朝的呢，就是要笨拙一点，那个器物啊，这个造型线条都有什么优，但基本结构是一样的。最近呢，有一个人呢，拿了一件另一件的这个城镇瓜的流行器物，那个这个胎呀、啊，或者这个工艺都很像啊，一样，真是都是非常的优，但是呢，就釉面比较亮。龙泉青瓷，跟各位朋友交代一下，说这个龙泉青瓷表面的亮不是一个正常的标准，连我们经常就是太亮了。最近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很亮的东西，龙泉青瓷有很亮的东西，比如说最近一个军队领导人啊，亮极了，就跟我这个他烧出的一样。但是呢，我还是怀疑，因为人家那个，因为他那个，胎呀、啊，还有制作工艺啊，那留下的刀痕啊，真像，这就是没用的，亮极了。我说，不大可靠，恐怕是仿的，恐怕是有问题。我这样吧，那为了得到准确，我给你写个介绍信，在我们那个历史博物馆那个冷光部分析。他刚刚进去，你看仪器发了一个多万美金，做的还不错，比较准确，可靠性比较大。他说行，他就让他这个底下那个遗书啊，必须要让李先生给你签名，要让李先生签名了这个生效。说你拿去展现。他就说，我这位还麻烦你了。我说不对啊，都没有，不是不对，我说真对的。这样我就得到一个印象了，他说。原来过去其他窑的东西啊，把它非常明亮的东西啊，都作为怀疑的要素，就是疑点。但是龙泉青瓷不是这样，这个亮呢，它做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土啊，是非常符合的窑，这个龙泉青瓷的那个釉的标准，它从数据库里调取出一对，特别你就有几样啊，非常稀少的微量元素。所以呢，还是啊，从那个胎啊，从那个造型啊，
在其他方面的那么来这种建筑啊，这是一个原创的一个集团，原创的集团啊，这个就是原创的，这个就是原创的高层学啊，刚才的是叫南宋的，不南宋跟原创呢相对不远，相对不远，那倒是。现在我们继续啊，跟各位讲讲那个卢田清史的鉴定。日本人鉴定，日本人生产卢田清史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白胎，它是日本人仿制的，它是白胎，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点呢，它的釉啊，像那个凝冻的竹油，像凝冻的竹油一样，非竹油。这个它的竹油炼了竹油以后啊，凝冻了板板的啊，板板的一块，就是一块玻璃在上面啊，这个非常的漂亮，蓝色啊啊，这个绿色啊，绿的非常的漂亮，真是清脆明艳的，这个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它失败啊，没有这个玻璃的亮光的，它这个凝冻的这个竹油一样。那么这个光泽啊，你能感觉有呆板的感觉啊，有呆板的感觉，这个是它的这个含义。第三一点是它的成型，这个日本人的成型它是用机械操作，机械成型，所以它的那个碗啊、盘啊、局板那些规矩的啊，就是用冲床冲出来的啊，没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无厚型。没有手工制作的很灵活啊，灵活的感觉，就是一种好像完全是买的一个机械制品，都是买的一个机械制品。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啊，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有双鱼洗啊，大家知道就是有双鱼洗两条鱼，他最愿意做的是两条鱼。但是日本人呢，他没有到柳江，日本人没打到浙江去，没到我们日本的那个东江里面去的，他们只感觉的呀，应该啊是两条鱼提了上来，所以他那两条鱼啊是两条僵持的鲤鱼，而且是一般人吃的僵持的鲤鱼，那个鲤鱼头啊肥肥的、肥肥的，身子长长的，那么就像日本人下槽一样，规规矩矩的人躺在那里啊，日本人下槽一样，规规矩矩躺在那里，一点没动。我们的龙泉窑的鱼啊不一样，我们龙泉窑那个鱼啊，我们原来都不认识，我们原来都不认识，我在考古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认识，在以前我们不知道它那个什么鱼，因为龙泉清池上的那个鱼啊，它头是三角形，它头啊是个三角形，那个前身呢非常圆鼓，但是那个尾巴缩得非常细，那个底下的翘上的那个或者那个鱼尾啊，也是三角形翘上的，很活，都不知道这个鱼是什么鱼啊，不知道这个鱼是什么鱼。那么我呢，作为考古队长啊，我在那里考古啊，我们也没在意这个，反正那个时候也不鉴定真假，也不鉴定真假，我们也不在意这个东西。这以后啊，一个渔民呢，也有农民呢，就拿到一条鱼就来了，哎，说李队长，李队长，这个鱼换过来跳的时候，哎，我们一条鱼啊，有2斤多，或者3斤啊，他说这里我们卖给你，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吃？没钱，我们拿着货卖给你们换点鱼，换点吃。那我说那行那行，那你买下，便宜嘛，9块钱一斤，9块钱一斤呢，买下来也还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拿水的话，他有两盆，农民那种牛盆子装了水，他说鱼啊，这个喝一口先。我说什么鱼啊？我在你们那个地方那个特产什么鱼啊？他说这是鲤鱼啊。我你瞎说，我怎么鱼鲤鱼啊？我别的鱼我没见过，鲤鱼我还没见过，普通的不得了嘛。我这个不是鲤鱼，你们那三个鱼叫什么鱼？到底什么鱼？他说是鲤鱼，他说先生，他说队长，他说我们这是瓯江鲤鱼。我们什么这个鱼啊？山沟里面生产的这个鱼就是这种鱼。我就啊，瓯江鲤鱼，从此以后啊。我就知道龙泉清池上的这个鱼是瓯江鲤，而且这个鱼啊，这个龙泉清池鱼跟它一样一样的，跟它一样一样的，它那个头是三角化，颈部细细的，那个舌头鼓出来，尾巴里面跳起来，哎，非常活跃，它那个很活跃，
那么日本人那个鱼呢，就是现在我们大城市吃鱼，就我们一天到晚吃的那个鱼，斜斜的，用斜线做成的，那么实体体的，因为它也是用模具做的，做的它提出来，那个龙泉窑啊，它生产的是啊，它这个可能提的一个小孩提的，印出来贴上去，印出来贴上去，它讲效率，所以它不把它压得平平的，它们歪一点扭一点，贴得高一点贴得低一点，它要显得这个鱼很活跃。但日本人呢，他太规矩了。啊，日本人的脑筋的那个思想啊，干什么事情都是死板，非常的死板，哦，铁了很。所以这个假的龙泉青池啊，它上面那个两条鱼啊，就是僵死的啊，僵死的啊鲤鱼，僵死的现代城市的鲤鱼，不是我们瓯江龙泉青池地区三里头生产的那种活跃的，带有很强的线条变化的那种鱼。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假的变动啊，真假的变动。这是日本人时期啊，日本的时期的这个区别啊，日本时期的区别，主要就是这个造型石板啊，像提上压出来的胎料是白胎。第三呢，釉呢像灵动的这个料器一样，就像玻璃这种料器一样，好像那个灵动的竹油一样，石板。在我们感情上无法提示这种鱼没有啊比较莹润的玻璃光。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鱼啊，是僵死的鲤鱼都有啊，像那个故宫博物院啊、上海博物馆其实都有收藏的人啊讲的，那么它也有几十年历史。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这个龙泉地区做的，龙泉地区做的也分很多种，有大作坊做的，原来龙泉市场做的，还有小作坊做的，那么现在在流行到市场上来了。这个品种也是不一样，所以鉴定起来是比较困难，鉴定是比较困难。鉴定困难，那么我们呢就跟那个进行了一些分析，现在龙泉青池啊，它的这个变味的特点呢，我们大概分到六个方面，分到六个方面。现在访问龙泉青池，第一个。从整体上来看，现在的仿品的龙泉青瓷啊，反而是现代艺术品，它是体现了现代艺术品的风格。没有啊，它也达不到啊宋代、元代龙泉青瓷的艺术品啊，艺术品它达不到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胎体啊，它是细的白胎，它是白胎，它的露胎部分呢。是灰白色或者白色，不是啊，这个宋啊、南宋啊、龙泉青瓷的和元代龙泉青瓷的浅灰色，也不是啊，这个白宋龙泉青瓷那种灰色啊，是岩石状的那个胎体，接近于岩石状的胎体。那么现在的小作坊的做的东西比较充分，那么胎体含砂，这个呢龙泉青瓷啊里面呢、啊、一般不含砂。龙泉青瓷胎体只是有青出之分，有粗胎啊，有粗胎。你看这个粗胎啊，这个胎体就比较粗，比较粗啊。但是看到这个胎体有什么啊？大家看了没有含砂，没有明显的裸露在外面的胎的沙粒啊。但是现在呢，有些龙泉青瓷啊，它那个釉啊还是都不错。你看那个底足，就是三足炉啊，你看那个底足啊，还有像这个口沿部分露出胎体的部分，那你放大镜看里面它有沙粒就行。那么有一批没有的龙泉青瓷是白胎，完全是白胎，就是白色的质量作为，所以上面龙泉青釉也很漂亮，它是追求那个南宋玉的质感。南宋玉的质感呢，它这个就在三柱炉，你在这个炉底下炉的那个主体露胎的部分，你给它放大镜看到它是白色的胎体啊，它白色的胎体，尽管它有的时候用脏东西去染一染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但是呢，它那个掩盖不住啊，它那个质地啊，跟真的龙泉青瓷一样，跟真的龙泉青瓷不一样。那么第三个火石红啊，火石红的现象，那么这个火石红的现象啊，这个现在呢，就是啊，它火石红啊。一般呢就比较淡啊，上下，
啊，这是一个宋代的带徐阳的一个罐子，正在李斯博物馆收藏，啊，这个是。那么这个底子吧，用台北古玩都有这种火烧红现象。火烧红的现象呢，北宋的明显清晰，因为它胎体比较粗，所以它呢含的那个龙泉青瓷啊，含的这个皮啊比较重，所以它烧出来的那个不是红啊，是黑褐色啊，褐颜色，就是那个很铁锈的颜色，比较深啊，褐色。这个它那个红褐色，红褐色啊，这里的火烧红的现象啊，很漂亮。那么这个南宋的呢，它是浅浅的，有深有浅啊，有这个比较明丽的啊，这个火烧红的现象啊。但是现在假的呢，它假的呢，一个呢，它就是用这个提醒水啊往上抹，抹的啊很整齐，很整齐，就像一层油漆一样，整整齐齐的啊，一样的深浅，一样的深浅。那么在最近几年啊，你发现一些这个龙泉青瓷的这个火烧红啊不那么红了，不那么红，它就是啊隐隐的出现一点红色，这个很大的有很大的气垫起来，但是它这个底足啊其实非常的整齐，龙泉青瓷的底啊没什么刻意的修整，不像那个南宋官窑啊、北宋官窑啊或者哪样的修整，它呢就是特别整齐，而且它小整一个尖，小整一个尖。它制作工艺上不行，制作工艺上不行，制作工艺上不行。那么这个是火烧红的现象，这是第三点。第四一点呢，就釉质啊太稀松了。有的呢，尽管啊它这个上的比较厚，上的比较厚啊，不等于是釉质啊釉质好。上的厚啊，是因为它这个釉质配出来啊，它好几次上釉，多次上釉。但是呢，无论多次上釉还是几次上釉啊，它比较稀松，釉色不正，有的太绿，有光泽乏闷，这也出乎了整体的韵味啊。它釉质的稀松啊，釉质的发黄啊，在放大镜看呢，它那个釉啊，那个气泡啊，一个一个的就像牙蛋清一样，而且呢，通过那个釉层啊，看那个白色的胎体啊，看得非常清楚，它白的胎好像就在那个底下。就好像我们隔着一层牙蛋清一样来看这个釉啊，看得这么清楚，所以这个它是这个釉的这个质地上啊，这个质地上啊，质地上不对，永远不对。那么最后一点呢，这第六一点是刻花不到位。刻花不到位呢，最明显表现就是布局啊减少，就是它的布局减少，它这个内容啊，它布置的很少。龙泉青瓷要是有刻花花纹呢，你看这些刻花花纹呢，它都是从尖到薄都比较满的啊，我们往下，啊这样子，哎，这些花纹你看这样子，啊，有的呢根本就没有，有的就，那么这个啊好了，哎，它是有刻花，它是蓝色的风格，它们呢，它是一个大盘子，中间呢用海棠曲线维持一个装饰区间，装饰区间呢它就是一个这枝花，外面没有花，还有呢一些小碎的花纹呢的。装点边上，很简单，花纹很简单。这个我们呢，这个要提高警惕。我们原来有一个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非常著名的教授，也是日本的早年的一个日本人大学的教授。他自己本身呢是新加坡人，啊，真的是新加坡人。他到中国来以后，他非常高兴，一下子就买到2件龙泉青瓷，啊，买了好多份了，菱花型的一个盘子，嗯。好的，为了他打电话给我啊，你快来快来，我们今天欣赏我的这个收获，欣赏我的利益啊，收获。我司马在哪儿啊？他就在后海。我司马走，我就到后海去，因为我家离后海比较近的，我在骑车。因为我的这个花纹的内容在实际上占的位置与整体呢不相符，而且再一看呢，刀锋凌乱，那个刀啊，这是不贵科的啊。一刀，没有那个流畅、婉转的这个刀法，可以刀下，再可以刀下，再可以刀下，这么组成一个花纹，所以刀锋凌碎，啊，刀锋手碎，那么这个没有章法，没有章法，这是加工的，而且这做的比较好的，后来看到好多人的家庭都摆了这个东西，
就是那一批那个龙泉青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依据。那么这个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经验，那么我们呢就建阳的水滴镇，那这个主要有三大这个三个大的这个社交区，一个呢文化档，一个叫文化档啊，一个文化档，一个呢叫大路口啊，一个呢叫大路口，一个呢叫晚腰亭啊，晚腰亭，这三个地方呢，这个都是堆积啊非常的厚啊，都是堆积非常厚，规模啊都比较大，堆积非常大。这个瓷窑啊，虽然是离这个繁华的城市啊比较远，但是呢，宋徽宗本人呢、他宋朝的皇帝宋徽宗本人呢、他就写过这个展示。贵有清客啊，玉豪调大的为上，金美茶在上啊，他就运用这个贡玉或者进展啊，就贡玉这个，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福建那个文化档里的农村农民呢，他是捡的这个碗呢，他是把这个底下打掉，看着磨平了以后啊。他摆在地上卖100块钱一个，100块钱开始去啊，我们都是100块钱一个，甚至还有啊去的早的那农民啊，也农民是就是这个也是丢百块丢米，他是能赚钱的。听说有那个我们一去了一开会啊，心不在开会，而在这个在农村呢去买这个东西的，去买的刚下去的是200块钱一个，非常贵。到我们后来啊，随便拿就是100块钱可以买5个，也可以买10个，这里面买这个。我这个呢，就买成100块钱一个，因为我也舍不得花钱，我就买一个，因为不让卖，也不让买。我们也是请底下人呢，请帮我买一个，说那个100块钱一个，我们是要给他什么的，悄悄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陶器又开会了，不准在农民那去买，也不准在窑子去捡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主持会议的。会长副会长也这么感觉，但是心里面呢巴不接的是多了一点，这个巴不接的，因为我们要研究你这个规定呢，我们也真是想突破，所以我实在是不想当这个会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当这个干什么。我这个一辈子啊不做官呢是无政府主义，一做官呢我是无主义政府啊，怎样呢，发现了这个宋代的窑子里面，这个在武义县那个理学这个，那么还有呢，在北方那个北土豪，北方的土豪地方也有学这个的，很多地方啊都有学习这个造型，但是都不对。也就是我们现在建阳地区啊，这个土豪厂啊，这个发展的生产的非常的多，有几个大家生产的东西啊，日本人都包了。日本就你生产多少要多少，生产多少要多少，你不准你拿到，所以我们就去卖去，那他们就包了。但是这个经营者啊是利益为主，你日本人包了，你日本不能天天在这看，你那边包了，他这边拿到市场里卖，这个卖给了古董贩子拿出去啊，这个当人物来骗人。所以啊，有的日本人买的拿出去对呀、跟他们呢买出去的现代人。工厂生产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啊，这个土豪厂这种人物呢，在这个社会上名声跌落，跌落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就是根本不可信。原来啊非常贵，原来都是这个毛小富的一件那个仿品呢、他自己的仿品。就卖到160万到200万一样，200万一样那么贵，到现在啊，根本没人买，已经搞错了。所以中国的商业经营啊，把中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糟蹋了，
那这个是日本国宝啊，日本的国宝，对吧？他们呢，经常的中国的这个琉璃啊，琉璃，这是这个福建建阳的。你看这个胎呀、啊，请大家看看它那个胎体，跟我们这个胎体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有粗的，因为它放大了，它放大了。我们这个放大的也跟它是一样的啊，它那个胎，它是黑胎。哎、啊，这个胎啊，这个是茄骨胎，茄骨胎表面上呢，因为它自己保存的非常好，表面上啊。这个光泽呢，比我们这个还好，光泽比我们这好，因为它这个油底，啊，油底做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上面是他们镶的金口，啊，镶的金口，这个东西，这简直是这个价值连城。原来日本人说他们这个油底啊，全世界只有他们有，而且也只能有他们有，而且他们呢，就只有他们这个日本人有钱才能有。结果我们那一个台湾的一个，哦，不是一个香港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啊，一个企业家，一个香港的企业家，他就不信邪啊，就我就要买上一件，我就买上一件，后来就听说日本的又出了一件，日本的又出了一件呢，他就坐飞机到日本去了，坐飞机到日本去了，日本人就说那个东西你们根本买不起，他什么？你说什么？买不起？你要多少钱？他支票一扔，钱了。你要多少钱？你不就是钱吗？啊，他买回来了，就买回来以后啊，他又放在他那个书里头，放在书里，他的书啊是我帮他修改，我帮他修改，他又起草了草，那个起草还是起得一塌糊涂，那么我等于就重新帮他写，没帮他写，帮他修改，帮他修改好。但是这件东西啊，我始终很怀疑，但是他又那么太大的代价，所以呢，我就不好把他枪毙了。但是说话呢？比较含糊，那这种东西啊，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语言呢，就只有点少，应该是吧？不过呢，他这个，他这本书啊，大多数东西是好的，他这个有这件东西的心啊，也是好的。就你日本人有，我也有啊，我也要有。所以后来听说他是做过实验，做化学实验，化学分析呢，他在香港大学分析说他是对的，说对的，因此呢，也就是对的。我们呢，只根据这个。造型啊，外观特征啊，这种分析啊，好像没有他这个东西这么好，没有这么优秀啊，没有这么优秀，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建阳啊，这个建阳啊，建阳的瓷器呢，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这种斗笠碗啊，这个碗口有紫钩纹，这个有这个紫钩的痕迹，它是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造型的地方，那么有一种碗呢，向外张弛的比较厉害，就是那个以前的龙泉漆器一本书里面刊载了一件龙泉漆器法典，法典出土的。那么他们浙江的考古学者啊，就是龙泉窑，他说那根本不是，那是建阳的东西，啊，有的比较张弛，啊，碗口比较张弛，在那个他这个造型是一种特殊的造型，啊，是特殊的造型。那么这个壶底呢，上部分呢比较鼓出一点，但是下面呢比较瘦，它的壶底呢，这个壶底的直线呢也比较直，幅度极小，啊，幅度极小，小底，底部呢比较厚实，你看这个底部呢是比较厚实，挖的比较厚实，但是那个竹呢，也比较小，竹呢是比较小的，但是那个挖土的竹眼呢挖的特别浅。挖的竹眼呢，大家看这个竹眼挖的特别浅，那么挖的特别浅呢，但是做工还是很娴熟，还有呢就是一刀切下去，浅的就挖出来了，浅的挖出来了。你看，我们原来不是说用手磨胎啊，老的一定是不拉手的，但是建阳相反，建阳确实是非常拉手的，就是拿的粗粗拉拉的。你看胎体里头那个杂质。它有的杂质非常的多，啊，这个台面呢还正好，这个台面呢，大概是我当时剪的时候啊，就打破了，新打破的。你看这个台面，这是做的铁骨台，但是呢，它里边并不是纯正的铁骨，还是有杂质，还是有很多杂质，啊，就放大镜看呢，会有很多那个灰白的杂质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买东西，我不能把它打破了。我说你要买东西，你把它打破了，那就看这个表面它是这样的啊。
啊，拉手摸起来比较油，拉手色拉手，啊，很色，浓度比较高，它是提提精，因为提精氧化程度比较高啊，它就有这种味道，比较化学啊，不重要。还有一种呢，这个啊，这种中华专利的吧，要画精彩，那精彩是画上去的啊，精彩是画上去的。老师，这个台怎么摆的？这个台不是摆的，这个台呢就是那个皮呀、啊，那个烧的时候氧化了，它就埋在地下，逐渐的氧化。然后的话，它把白的打破了，跟你一样，打破了跟你一样。你看其他的，其他的那个窑子，金属口一般都是能放上去的，啊，金属口放上去，多数它90%以上都是那个铁木胎，但是呢，也有这个黄黄的这个胎，打破了也是这个颜色，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窑子里面捡的，也这个胎，但是也比较粗，也拉手。啊，也比较粗，也是拉手，啊，拉手。现在能现在铁舞台现在能做出铁舞台？李老师，这个油滴管这个胆，它这个光线怎么这么强？是不是拍照是反光的？黑的呀，像砂锅一样，非常的黑。它这个大面特点就比较粗啊，比较细，大面比较细。它以后老师讲它的那个鉴定的时候，讲它的家底的那个特点，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老师。所以这个一个紫格纹的现象，这是它独特之处，工业很娴熟啊，工业很娴熟。第二呢，就是讲建阳的台体特征啊，讲建阳的台体特征。建阳的台体很坚硬，很厚实。口笛啊，绝大部分都比较粗，它是一种含有红色的啊，红色的酸样花耳体原图，它是采用一种啊红色的啊红色的啊酸样花耳体的啊红色的原图啊红色原图做出来啊红色的原图做出来的，红色原图做出来的，它那个分那个中性的比较粗的。细鹤底的石英砂填充在里面去，所以呢，它的这个胎体的颜色啊，就是干涩，干涩无光啊，它是不同的干涩无光，磨起来拿手啊，磨起来拿手。那么这个褐色呢，它有的呢是从这个从褐褐色啊，是褐褐色啊，有的是褐褐色啊，有的是褐褐色。那么这个。有的呢微微深一点，有的呢微微红一点，微微红一点，所以它这个颜色啊，颜色也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看那个建窑的那个堆成山呢、啊，这个瓷片呢、啊，那个堆成山呢、啊，就在里头踩呀、啊，有时候踩空了，从窑中滚下来，啊，又把身上衣服划破了。但是呢，那个地方啊，现在农民啊，里头去挖起，挖了以后啊。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胆大妄为的这个学员呢，胆大妄为的这个会员呢，这个他们不练那一套，一开会啊就直奔那个农民那儿去，直奔农民那儿去到农民家里，那农民家里人家有的那个修一层楼啊，那楼半年就堆着堆着堆着，哎，他是这个药价很高啊，药价很高，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还有一种白色的，用白色的点出来的白色的这种斑。啊，还是这种斑都有，都是这种斑都有。所以呢，它那个胎体啊是坚硬、厚实，口笛绝大多数比较粗，它是一种含红色的三样花耳体的粘土，加上那个粗的、中的、细的石英砂的组成。胎体是干涩的褐红色，而那个一般呢，在那个烧成的器物的表面的颜色比这个。胎打破了的胎体表面的颜色要浅一些，要浅一些，啊，要微微的颜色要温润一些，啊，温润一些。那么浅一点的红褐色，也有了黄褐色，啊，就像你们黄的啊，就是发的黄的颜色。但是这种颜色比较少，比较少。第三一点呢，就是建窑的黑釉，釉层比较厚，大家看到。建窑的颜这个釉啊，也是多次上釉，也是多次上釉，然后比较厚，而且呢也有流动性，也有流动性。但是这个流动性呢，建窑啊没有太多的太流动的啊，太多的太流动的东西啊，太流动的东西。那么流动的很厉害的也没有多少，因为它有它也没有多少啊。
这个颜色红褐色，这个是刚刚烧出来就报废的，埋到那个瓷器堆里头，也没有泥土，它是瓷器落瓷器之后呢，我们把它翻出来，那这个还是比较有典型的，这个典型的就是它当时烧出来就没有太大的，也容易看到，也容易看到。这样的极釉很厚，釉呢有的地方厚的有这个半个台阶那么厚，但是最著名的富豪展呢，它的釉是。